你们心里有大哥？心里有大哥？是谁？是我大哥。你在看谁？是你吗？不是，韩德君。认错人了。认错人吗？哦，就这么几个队员，你还能认错人？是不是有他是二哥，就没人敢叫大哥呀？二哥如来是吧？那个小二，就二，我们叫管小二，可能比他小就叫二哥。他主要是最重要的是他家得排行老二，所以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所以排行老二，所以就我们就管叫小二，他们就管叫二哥。哦，是因为李小旭在家里排行老二，所以叫二哥。我想他们如果在这个队里面要找一个大哥，那个大哥可能是你吧？我知道。没有。